对啊，对。嘿，我看你这细汉囝哦，嘛真壮哉呢。啊，唔知啊，伊今麦咧食啥物头路？啊，伊都吼，我都去开个超市啊，吼，就伫安尼斗三工，猛狂安尼啦。哦，迄想拍算啦，对，说。哎，卡叔讲恁无去啊？我会当请伊来我的公司上班，是讲唔知啊，伊较适合甚物款的工课。不要！哎呦，我卡不话吼。够大的啦，阿妈做拍拼啦，只要你甲吩咐哦，伊啥物代志拢会认真去做啦。嘿啦，哦，也是讲吼，有些啥物课长啊、主任通做，迄拢袂歹呢，迄拢袂歹。我这后生哦，阿都较憨蛮啦吼，阿管理我大人那个恳诚，阿就感谢你啊嘞。嘿，那有啥问题啦？我相信哦。伊甲天文同款，一定做能力的。咱只要好好甲在培，将来同款是上出脱。对啦，我今就是欠栽培啦。啊，你再甲阮斗三工吼，阿伯吼，你有啥物代志，阮全家伙啊一定拢听你的。啊，安尼哦，多谢叔，多谢叔。对啊，认真讲起，全家伙啊拢人才呢。啊，阿是讲。运气较歹啦，亲像你这班的留伫迄只做旅长，伤怕算啦。哎，这代志我捌想过呢，有影呢，啊，都无人栽培你咧。我呢，对，咱两兄弟哦，合作投资做生意，以后你赚着大钱，就唔免这样委屈啦。万英啊，你爱讲笑，你这个变来跟你比投资，我无钱啦。我当大你三百，咱兄弟啊，才侪年啊，做合作做生意，敢着需要出着钱？你哦，就敢出你的头壳，啊，我用打鼓来换你的能力，安尼敢好？啊，我敬你。啊，难免出着钱，一定爱考虑的。哎呦，好过分！哎呦，万英啊，你真正是阮家的贵人呢。阮苦个，若要发达哦，真正都爱靠你啊啦。是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那真正会发达。爱靠天文啊啦！啊，伊即马真尔红啦，他说讲哦，伊若出来选议员，是甲选掉啊，这唔才叫做真真正正光宗耀祖。哦，真正，哎呦，天文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你万恒竟然在这听你，你咪紧答应伊啊！你丢丢啥？哎，进来啊！系啊，哎，到时阵哦，我拢会帮你做算呐。来，做完来决定，算。我就跟讲过，我唔爱算嘛，恁几个就恁遐鲁啥啦？哦，你实实唔知囡仔遮唔捌代志啊！恁万幸是啊，这年天理哦，搁要替恁小弟行做事，搁要含恁老爸合股做生意，唔知好歹咧呐，是不是？万幸姐，你拄只哦，有讲要赞助我竞选的资金嘛？奈奈出钱搁出力，哎，钱袂当白开嘛。那是我选掉了后。要安怎甲你报答啊？啊，这代志哦，以后啊，照我讲啦，你免想遐多啊。哎，代志唔是安尼讲嘛，啊，咱出来行道，真侪代志都要先问好清楚，那无后摆就袂赴啊啦。是讲哦，我若是选掉了后，是不是后摆都要用议员的身份啊，替你操真侪代志，啊，互你做生意更加方便啊？阿文啊，你若是愿意安尼做，我当然嘛真欢喜啊。啊。也唔过，我那是无法度帮你撬呢。有冇啦？那我看你的个性哦，你唔是迄款过桥拆桥帮的人啦。你我知影啊，意思就是讲哦，我一定爱甲你斗三工帮你撬嘛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虽然讲我的身份是议员，也唔过哦，我只是你饲在身躯边的一只哈巴狗尔。这要问啦，你话安尼讲哦，讲了伤重。应该讲是咱互相斗三工，安尼唔才对。嘿嘿，也唔过哦，我的个性就唔是安尼啊。你讲的代志哦，我肯定做袂来啦。因为哦，若是选掉议员了后，我需要做一寡违法，还是害着别人的代志哦，这我做袂到。你若是要找一个哦，会当做你家里阿奶的人做议员，啊，请你找别人。